我就下午那个凌晨一点多，我很幸运，就这辈子的运气用在今天了，就像中头奖一样。送出你的票。对，因为我一直怕，刚好剩下在我之前就没有了，结果刚好我是最后一个。你觉得很幸运？对，很幸运，就这辈子的运气用在今天了。像中头奖一样。对，像中头奖一样。送出你的票。对。那你刚才跑后面排队，你有很担心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，因为我一直怕，刚好剩下在我之前就没有了。哦。结果刚好我是最后一个。我就下午那个凌晨一点多。昨天吗？对。今天凌晨呐、啊，今天凌晨，对。你怎么会想到要来排试试看这样子？不是，因为我那个网路抢票抢不到，然后他后来又一直四方票又抢不到，然后后来又看到说会现场有四方票嘛，我就直接冲过来了。所以你每一round都试过了？对啊，我每个都试啊，结果那个国父十一次革命都没成功。三年多，因为我三年多我生日就想要听一首歌，我就听他的歌，我就爱上他的歌了。哪一首？The Rain Job。对，非常好听。